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飞宇。举例啊，一时想不起来了，说明也没有特别过分的要求。有过。年龄越大，然后越能去面对对于自己的负评。其实没有，真的没有，不是特别在意颜值的一个人。他们敢踢我吗？谣言，谣言，大家对我都很好。你这样怎么答呀？说不是吧，好像有点，但说是吧，好像。其实我觉得就是中间吧，是不是演技派也不是自己能说的算的，所以我觉得肯定是继续在演员这条道路上继续努力。我觉得我最近网购都很成功，比如说买一个两米的充电线，拿来就真的是两米，就很成功了。没有，秋裤是什么？肯定有期待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角色，不管适不适合自己，我觉得只要是好的机遇，肯定要好好把握。小囧事可能就是有时候在机场会被认错，有吧？因为我看很多体型稍微庞大一点的朋友们，他们好像都有女朋友，可是我。所以。